方督君，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之前找你，你都避之不及，今日怎么突然找我过来？怎么，你们方家军库支撑不下去了，来找我求和了？季小姐，你觉得呢？不会是想我了吧？我之前提醒过你，让你不许伤害他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看来是季大小姐的记性不太好，所以特地叫你过来，帮你回忆回忆。你觉得？我会因为上次宴会上那一点冲突，就买凶枪杀董庭瑶？就算是这么短的时间，我如何安排？你当然不是因为那一次冲突，你早就计划好了。季明月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聪明还是蠢，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，你觉得瞒得过我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，既然你不承认，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刚才那一枪，只是个提醒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手软了。你敢杀我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爹？我要是把你爹走私军火的那些事儿公之于众，你猜你们季家会是什么下场？说吧，这件事你一个人做不了，是谁帮的你？方雨泽，若不是你父亲的忌日，你怕是要住在别院不回来了。天意，既然你不愿与明月完婚，不如就让雨泽他们先把婚礼办了吧。既然大家都在，我就索性说了吧。娘，我要娶庭瑶。二叔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听到的意思。就算二叔真的娶了她，你也得不到她，因为在他的心里就只有我。就算他心里只有你，一个根本不把他性命当回事的人，
你也不配拥有他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知肚明，都给我住口！叔侄两个为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，成何体统？祖母，难道都这个时候了，您还要偏袒二叔吗？ 今天是老爷的忌日，我难道由着你们在这儿胡闹吗？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你娘的。当年我本是要替天意向董家小姐提亲，是你娘说，他俩八字不合，他会克死天意，我才去说服董家把听瑶许配给了你。我素来不信这些，那会儿。 怎么就迷了心窍？若是当初我不改心意，今天也没有这样的事了。这么说来，倒又是怨我娘了。雨泽，你知道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反正从小到大，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喜欢我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让给二叔。可这一次，我绝对不让。谁要是跟我抢！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刘副官跟我说，每年老爷忌日你都会来这儿。我爹虽然严厉，但对我一直很好。他从小就教导我读书，教我枪法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早。老爷是怎么？ 被别人掐死在自家别院的书房里，警察署调查了很久也毫无头绪。这些年来，我也一直在找凶手，希望替我爹报仇。我也常常梦见我爹惨死的样子，却不知道到底是谁和我们董家有这样的深仇大恨，要我们董家灭门。听友。 你的意思是，你相信我？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信你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有太多疑惑了。阿爷，如果你要我信你的话，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相？此刻，我还不能告诉你，等时机成熟。 你自然会知道答案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自己去找了。婷瑶，若你有一点在意我的话，我希望你替我保护好自己。在我给你答案之前，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做。 你不回答我，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人世间曲终人，潮离散，远飞的雁。 也不再归寒，看寥寥。
炊烟，看宇宙超完看不完人间的聚散。时光流转后味不变，不过笑看一片，恩怨纠缠也尽管紧握余生，输赢